喂，你是谁？我们是刚买咖啡的人。怎么可以问客人？我以为是你的顾客，那个咖啡店的人。那我要问，用我的服务的那个声音来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您点的冰美式冰拿铁已经做好了，请打开取餐柜。小心。Wah, wah, wah, wah.